湖南张家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今天下午发布通报，所有居民小区实施封闭管理，实行楼长、单元长负责制，压实社区网格化防控责任，实行24小时人员值守，严格执行验码、测温、戴口罩等防控措施，严格控制聚集性活动，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举行各类演出、赛事、论坛、庆典、展会、讲座、培训等活动，所有景区景点、旅游购物场所以及影剧院、 KTV 等密闭式娱乐休闲场所全部关停。